28日晚，香港男团 Mirror 在红馆开演唱会时发生大型意外，一个悬吊的大型 LED 突然掉下来，压中舞台上的两名舞蹈演员，伤者阿峰盆骨及颈椎受伤，情况稳定。另一位伤者阿梦头部及颈椎受伤，伤势严重，留医 ICU。 公司高层鞠躬致歉，并宣布 Mirror 的后续演唱会取消。